现在不上去啊。而且他把他自己的好像绘图板画坏了，你要陪他一。对，他把绘图板画坏了。我害的吗？对呀。不是，就口说的。他拿去电报名，哇。当。哇，这么大哦！你图用太大了吧？哇哇塞！吓我一大跳。图超大哎，难怪刚刚载那么久。哇，等一下，好大。哎，超大哎，等一下，我还在拉哎。一直看到一个人。太大了，太大了。你这几层几啊？五千乘五千吗？我还在拉哎。大概五万乘五万。差不多哦。我觉得这样是五万乘五万，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五万乘五万，我看到我的脸半步。哇，淫笑！拉了几次啊？欸，我看到我跟老徐他的奶奶，我老徐的奶奶，老徐，老徐跟奶奶，哇哇！你认得出来有谁吗？我跟你说，其实原本这张图是正常都会出现的人，但是有来不及的，所以有几个认不出来。来啊来来，我们帮你解答他是谁。如果我认得出来的话，图在哪？在画面啊，生日台画面。知道最右上那个我就不知道是谁啦、哦，老天上面那个我就不知道是谁啦。那个是黑月的人设。哦，你看，就是设计师大大。那黑月的左边嘞，罗凯吧，罗凯。哦，啊，所以旁边是他女朋友。对。啊，杰克头上的那个嘞，这我倒真的不晓得哎。那杰瑞篮球上面的嘞？杰克头上那是篮球上面金发，那是年糕。哦，年糕啊，旁边戴青色帽子的。我帮你找一下。看你那是男儿。哦，好。你这什么笑声？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没有。小熊瘦。教主波浪符，我真正想送的是片头动画波浪符，到时候可以找时间讨论。欸、好吧，嗯，啊，其他都知道了吧？啊，最左上那个嘞？等一下，我没有看到那张图啊，我看到吗？无名吧。无名哦，啊对哦，她是女的哈、哦，是无名，应该是无名，可以聊一下吗？我一直忘记猴屁哟、哦。哎，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老是把你的管理员当成男的。木瓜，这听起来像是男的啊，啊无名他人听起来像是女的，男的啊。啊水里听起来像是男的啊，是女的，哪里？哪里水里耶？然后女生会取这种名字啊？我啊。啊，就很奇怪啊！他就很奇怪啊，怎么样？对啊，我们家水里就奇怪啊。不能怎样啊？好哦，谢谢哦。阿贝，我看到你的留言咯。下载。傻眼。感谢黑月啊。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那你看得出来菲菲在哪吗？看得出来啊，头上有逼的啊，怎么会看不出来？那还是我帮他加的哎、欸。我刚刚还没发现他在哪里、欸。那还是我帮他加的嘞。那哪是你加的、啊？我、嗯、那时候说你头上画一个 band 的符号啊，哪不是我？为什么要放 band？ 我讲的啦。不是很久以前。我很早就讲了哦。哎、欸，真的是你讲的、哦，我一直以为是什么。是你讲，然后粽子才画，我以为是粽子自己加的。你们要不要 PK？ 他打不赢我啦。我要看。他打赢我的话，会有下一个挑战者出现。他会在下一个。那你有没有看到最底下那两只可爱兔仔，就很可爱。有啊。是布布。很突兀好吗？画风突兀。是布布。
画风突变。不行，这张太犯规，这张的布布太可爱，我把我遮起来。好啦，我继续回答啦。好，继续你的 Q&A， 生日快乐，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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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把繁星踢掉，来来来，来啊，把繁星踢下去。好啦，感动完回来啦。刚刚看影片过程，还有个东西，感谢笑是续订吧？对，续订。那老 G 那个影片再晚点再来聊，我真的好喜欢哦。天哪！我 Q&A 要剪，我会剪出来啊，我会剪出来啦，所以如果都要上全字幕的话，要一点时间啊。啊，好，现在是9点 ，Q&A 开始。下一个问题是会做终身实况组吗？如果有一天会转职。如果有一天要转职会选择什么鬼的啊，如果有一天要转职会选择做事吗？啊，什么问题？反正就是终身是不太会的啊，搞不好后面又有其他发展啊，像前面讲的啊，所以目前先照这样子做下去啊。好，下一题。其实我画一张像生日卡的东西，你就贴上来吗？哎，阴阳师我放弃了，我变得好难玩哦。想问繁星，对于你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哦，白痴，我们少看两个字。想问繁星，画画对于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形式？就兴趣啊，真的是兴趣啦，我也没有说到真的很会画。繁星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哦？脾气差，然后对朋友不错。那这样吧，脾气差，嘴巴贱，人鸡掰，然后对朋友不错，对小动物很有爱心。玩游戏还好，普通，没有到很好，大概是这样吧。那下一个是繁星最早的图画是什么？你可以去我粉专看，那些图都丑到我都想删掉了。我的粉专就是点相簿，然后你往下滚滚到最下面，都会有我早期的作品。然后下一题是茶龙问的问题，欸，不是，是梁宇轩，他问说，我跟巧克力感情很好吗？我跟你讲。我们感情是真的很好，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感情。就是其实巧克力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做 YouTube， 不在那个 YT 做一些影片，有的没的之类的。他很早期就开导我之类的，但是当时我真的家里的事情状况太多了。然后现在就是他现在又是转去 NONO， 也在问我说要不要赶快去，就他很替朋友着想啦。那 Amigo 里面应该就我跟巧克力关系比较好，是最熟的啦。啊，像其实巧克力他可能不喜欢什么，我也都知道。啊，所以我们都其实会互相去化解一些事情，对吧？不是啊，你又不知道哪个宇哪个轩，对吧？好，下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问的啊，这个回答过了啦。我跟点点交往多久？对啊，就四年六个月，哎，不对，八个月。那下一题，想问繁星当初为什么会养布布和薯条？先讲薯条好了，当时养薯条是主要是因为我爸其实很喜欢跟鹦鹉玩。因为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有买一只鹦鹉，
可是他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跟鹦鹉玩啊，有几次就是鹦鹉可能在我妈肩膀上背的时候，突然我妈在洗衣服，他看着那个洗衣机那边转啊转啊转啊，他往那个水里面跳进去，然后那个鹦鹉就走了。啊，是直到最近想说开始有工作或怎样的，就想说带一只鹦鹉给我爸养，又哪知道我爸觉得还好，就反正是我在养了。然后布布是因为当时兔兔跟我在淡水逛夜市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啊随便吃吃随便逛逛，哪知道有那种打弹珠送兔子的东西。后来我就跟兔子，我们两个就说不要啦不要啦，那个就不要去上他们的当之类的，这样兔子都很可怜啊怎么的。然后我讲到快没声音了。啊，后来是我们看到了几只真的是太可爱太可爱的，我就逗留在那边看了一下子，然后就去吃夜市牛排。吃完准备走的时候，我就跟兔子讲一句话，怎么办，我好想再看一只兔子哦。兔子说走啊走，我们再去看一次。然后于是就把布布带回来了。对啊，就是打弹珠，你只要中了几个之后就是会送你一只兔子这样子。然后只是布布的话，他放在比较特别的东西，你弹珠中了你要再加钱啊，因为想说就给兔子去玩弹珠嘛，结果他也没中，他就把布布买回家了。啊，这边要讲哦，真的不要去买夜市的兔子，也不要去养夜市的兔子，因为很多带回来直接死掉的都是因为你从夜市或宠物店买回来的兔子，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带去宠物医院那边看医生。当时布布就是我太晚拿过去给医生看，结果他得了差点死掉的病，也花了我15000吧，都在帮他养病，对吧？哎，感谢祝福。下一题，求开放接委托绘图，这个还要再一阵子，因为12月的场次又快到了，所以我要赶快再做商品的图。其实我真的来不及画画啦，而且最近又感冒，我握笔握的其实有点吃力啊。所以委托的话还要再晚一点，我粉专会公告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等我委托了。那下一题是为什么喜欢兔子，你是说四只脚在地上的还是两只脚在地上的？就如果是四只脚在地上的话，就兔子很可爱啊。啊，如果是两只脚，我刚讲四只脚嘛，四只脚在地上就是因为兔子可爱嘛。啊，两只脚的话就是因为兔子可爱啊。啊，反正就兔子就很可爱啊，对吧？那下一题是 MN 问的，他说帮你准备我的 coser 服。不是我的 coser 服哦，他是说帮你准备 coser 服，你要 coser 吗？我说我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啦，我会考虑，我真的会考虑。啊，下一题是他是填本名，但是他的名字叫做叉叉叉，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叫我奈特波。他说，请问你插画图练习，你画插图练习多久了？然后想和刚开始学习画图、刚开始练习骨架的孩子说什么？好好练，骨架真的很重要。我就是没有练骨架，全都是都画 Q 图，所以我说骨架都会跑掉，很常跑掉啦，所以要画草稿。画图真的要多练习哦。我跟你讲，还有更夸张的一个问题，里面包含八个问题，我那个直接跳过了。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能不能与巧克力在王国之战结婚，并且不分离呢？问号。还有会因为有巧凡这个组合而烦恼的或讨厌吗？还是很享受这种感觉？王国之战。啊，常常也会不小心因为一些事件死掉啊，或手榴弹炸到死掉啊，这没办法避免嘛。
然后如果是跟巧克力针